身份证是100多个啊，办过来的身份证160元钱一个，123个吧，好像是123个找身份证，把给政府烧了，都是我这个就收了全部烧了，全部毁了。他们办这个假身份证，不对，就是搞这个计划生育的那个医学监护证明，他要完成任务就搞那个医学监护证明。当时这个事儿，公安机关是做过处理的，且由这个永旦县法院开庭进行判决。然后当时涉及到的人员是他的这个副镇长，姓罗的副镇长。这个您可以在法院的一个法院公开宣判的网上，应该可以搜到这个信息。书记镇长当时是没有做任何通报，对，所以我的理解应该是没有参与这个啊。如果参与的话，他作为当时这种案子的话，他不可能说名字都没有吧。他们调走那个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嘛，当时并没有县里面并没有通报说是因为什么事儿然后要去把他们调，那就是正常的调动。我记得当时好像法院当时公开的说好像是说他滥用职权，然后但是没有构成这个较大的什么，好像就免于处罚了，所以是没有被追究刑，没有追究，好像没有追究刑事责任。